福伦工厂四豪华版矮人族塔克结婚支线剧情，跟着芝芝一起来回忆这个逞强却充满勇气的求婚回忆录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芝芝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影片开始前，如果想要持续关注福伦工厂的影片，请记得按右下角订阅芝芝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喜欢福伦系列的你，请记得按个赞，这样就可以从喜欢的影片中找到精彩的回忆录。那我们就开始看吧。这天，塔克突然跟我们说他过世的爸爸曾经跟他说过的话。隔天，他就约弗雷去约会了，去龙之湖。好，哇，下雨。那就去龙之湖吧。哇，雨停了，秋天的枫叶。但头发都被吹乱了。大丈夫か？啊！哇，他说很可爱。哇，他自己害羞。什么很可爱？哇，说什么？说那么多，一口气。头发乱不乱？你都很可爱，不用在意。啊，弗雷要害羞了啦。求婚？会啊。哼哼。弗雷本来就是少女心。嘿嘿。嗯。戒指。紫宝石，不错。そうか。展现成熟魅力。这种感觉就是要求婚。你在想什么？为什么要转过去啊？哦，会有急事要办。哎，阿爸哟！哎，我们在约会不是吗？怎么跟弗雷约会就突然把人家丢了？真是的。然后我们到比修奈尔的房间。塔克跟比修奈尔不知道在说什么悄悄话。哦，嗨，嘿，我眼睛都冒火了。树上。原来不是你的亲身经验。弗雷来问他们两个在做什么。哦，两个人都吓一跳啊。差点比丘奈尔就要说出来了。じゃあな。急匆匆的跑掉。来问一下比丘奈尔。这么紧张，我们去问一下塔克。おっかないの。一緒にいて。あっ。什么都没有，感觉就是什么都有。这是迪拉斯的房间，有人在说话。你们在说什么？音乐变了。嗯，你们两个人在求婚？
哇，不会吧？换你了、啊，什么意思？哇，做这恶心的事情，这是求婚练习吗？なんだと。おい。他们没有发现弗雷耶。哇，迪拉斯发现了。感觉好像救了他一命哦。跑掉了。你在做什么？从一开始啊。阿爸哟！我跑掉，用瞬间移动，这很容易让弗雷误会的。嗯，呀的，对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哇，自己都不相信，出来问一下迪拉斯。No. 什么也没做，你这么紧张。然后再是亚瑟先生的房间。亚瑟。收集到的资料。哦。收集这么多，收集什么？もちろんだぜ。哇！我吓一跳哎。我打 pass。两个人这样超怪的。じゃあな。又匆匆忙忙的跑掉了。亚瑟先生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老实招来。はい。はい。然后雷欧的房间。啊。なんだと。喜欢谁？怎么感觉雷欧好像在看戏一样？又吓一跳了。そうだな。聊色色的事情。哇！もう。哈哈。啊。必要なら呼べよ。哇！紧张兮兮。真是的，哦，这是基尔的房间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坐坐。他也拿资料。嗯。ありがとう。到底在找什么资料啊？他又跑掉，感觉就是超怪的啊。来问一下他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我没有发现
布雷在这里耶，他在锻造我，而且这天是台风天，不用那么紧张，感觉你就跟迪拉斯在做的事情一样。如果没有看过迪拉斯求婚的话，可以按右上角资讯卡看一下哦。没有做什么，这感觉就不可能。哎，他挡住他哎。不给看。他把我们赶出来。硬是把我们赶出来。还叫我们不要捣乱。还是要进去啊，再问你一次。悪い悪い。おうよ。然后这一天大家都在聊布雷的事情。说过类似的事情，但又不是真的求婚。哇，大家感情很好哎。调查看看，调查他在做什么。大家都突然好认真哦。哦，这感觉是这开始有秘密机会啊。攻其不备，哼，这是在作战吗？揭穿塔克不可告人的事情，哼，一溜烟的就走了。嗨哟，布罗利加，你有发现什么吗？恋爱指南。嗨，玛格丽特，迪拉斯什么都不说。好，用红萝卜作饵，笑死了。没在做什么，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做过？嗨，调查矮人的事情。哦，被雷欧先生扯到别的地方，买了各式各样的材料，像是做首饰一样。塔克的事情要报告，只有一瞬间。紫宝石，哦，紫宝石不就那时候有说喜欢紫宝石？来调查了塔克的部落。我们去找一下塔克，今天很忙，很多人进进出出。那今天我们先看到这里，神神秘秘的塔克感觉跟小马哥迪拉斯在做一样的事，可是好像又有点不是很相同。
塔克是你的菜吗？欢迎留言告诉芝芝哦。如果想要持续关注符文工厂的影片，请记得按右下角订阅芝芝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喜欢符文系列的你，请记得按个赞，这样就可以从喜欢的影片中找到精彩的回忆录。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